Game 时光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《侠盗猎车手》。我们又回到崔佛的身上了。上次呢，我们用崔佛已经把那个潜水艇给他死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也存放在那个战死的地方。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去抢那个直升机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一下崔佛还有什么任务，因为崔佛的任务真的是还蛮多，我们一把解掉了。哎，还有迷人的物品哦。我以为只有一个而已，我们上次不是已经解了一个吗？就是那个威力的金牙嘛。好吧，一续还有三个，我们竟然就来把这个迷人的物品解一解好了，接我们再去解直升机的任务吧。因为我觉得那个直升机的任务应该还蛮困难的，因为我记得之前玩那个 online 的时候啊，哇，整个就是要进入里面真的不容易，而且里面还有什么坦克啊，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民兵之类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个，不太确定。好吧，我们就先把迷人的物品解一解，后续呢我们再陆续把它解掉。那因为我们答应过那个老夫说要帮他们找寻这个，糟糕又塞车，帮他找那个迷人的物品嘛。上次我们找到的是那个威力的金牙齿，那这一次看看还有哪些迷人，会不会我们找到其他特殊的东西啦？真的是很奇怪哦，有这种特殊的收集癖好。好吧，我们就前往吧，还蛮近的，剩下700多公尺而已。我们之前那个好像都还蛮远的呢哦，这次刚好都聚集在上面的那三个地区。OK， 我们就前往呗。那我们现在好像比较少玩到 Michael， 都是玩富兰克林跟崔佛，因为 Michael 其实我们玩的差不多。哎，到了，这是之前那个珠宝店吧？我们那时候抢劫任务的珠宝店，汽油都买的。来呗，看看到底是哪个名人呢？此刻有点紧张，去找凯莉，玛丽亚·凯莉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好，漫威纪念品，凯莉，前面吗？我以为是这个嘞，不是这个。哎呦，还吹口哨，来咯。这就是凯莉，身材蛮好的。抓住戴克西，他的狗跑掉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去抓他的狗，拿回去给他那对夫妇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抓一只狗去给人家，这样也太不道德了吧？快去追他好了。还是因为我们找回到那只狗的时候，他会愿意给我一些奖励品来当做一个报酬呢？狗也跑太快了吧？照跟他播嘞。其实狗大概可以跑到50-60，因为。我家养蛮多狗，我家之前最高养到13只狗，很多吧？ 13 只，因为我们那时候都会捡流浪狗回来。来了，我们抓到了，他跑到消防署这边。这个是什么犬啊？博圣纳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罗威纳？这好像跟小茶一模一样，哎，对不对 ？OK， 就让他走了。我们是拔他的项圈啊。哦，应该是哦。对，我刚刚看他本来脖子有项圈啊，啊，狗不见了。有听到狗叫声，却不见狗踪影。哇塞！哎、欸，来了，打电话了，我们打给奈吉了，看他说什么。Hey Jack， 真的，我们偷走了凯莉麦金塔的狗项圈，太开心了。这整个礼拜，说谢女士会怎样？带着，哎呀，除了收集癖好，还有这种特别的新癖好，是不是？真不知道如何表达对你的感激。这个任务还算简单，上次那个就是会被警察追，就比较麻烦一点。我喜欢认识心理和精神比我还不正常的人啊，奈吉。因为其实奈吉跟那个崔佛应该算是蛮有缘的。好，漫威纪念品，凯莉，任务完成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一个。哦，这个看起来范围好大、啊，这应该是什么名人的家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有那种豪宅，为什么开不起来？说着哦。这不是只有 online 才会锁车吗？为什么连这个故事模式会锁车？这台嘞，修理车可以了吧？也不行，修理车也不行，怎么这样子？这台可以吧？那台不行，应该是撞坏了。你看它整个撞着，然后头趴在那个方向盘上面。好吧，运动修理车，威皮浮光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这个也还好，也没有很远。大概500多公尺。OK， 我们继续走吧，看看到底那里是什么东西呗。走喽，到了，哎，快到了前面而已。这个范围太大了吧？整个中间的场地都塌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先来找一下入口吧。看起来是整个围起来的，树是这里吗？前面这里耶，树墙堆砌而成的，太厉害了。而且车子居然撞不进去，这实在太扯了。好吧，我们就来找一下入口，看到底在哪里。这应该是那个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高尔夫球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看一下，真的18杆啊，这也撞不进去啊。我们绕到对面看看好了。哎，有了，找到入口啦！居然这么小，怎么这么小啊？连车都开不进去。好吧，我们就来看看这里要干嘛呢？
有这种高尔夫球车可以坐，很酷哎！我们来坐一下这个车好了，开一下这种小车车，高尔夫球车工作的车辆。OK， 我们就先驶离一下好了。这个也要偷窃哦，也要奇葩点这样子。然后偷走马克·佛森堡的高尔夫球杆。哇塞，前面有红点的，那是不是有守卫在那边呢？好，漫无纪念品，马克。好啦，这次应该也不会太难，小心一点，我们绕过去，好吧？从旁侧击，是直接把那个人撞掉就有吗？就有球杆吗？来了，就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我真是不希望自己是这么的上相。那边有个看守的，你离开这里，我们去靠一下他好了。来啊，怎样啊？不能不离开又怎样啊？我要直接，哎呦，他拿枪，哇塞，靠他，哇，死掉了。任务失败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再一次吧。好了，这次我们学聪明了，好吧？这次去我要直接拿枪了啦，好不好？刚刚以为想说不要亮枪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亮枪就会惊动那些街上的人啊，那些人就会哎呦要报警干嘛？来了，直接开打了啦！他有三个守卫，太多了吧？打个高尔夫球带三个守卫干嘛 ？OK， 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他车抢走。他先开走了啦。我刚刚看他车后面有挂一个那个高尔夫球杆呢、啊。所以我们是要抢他那台车就对了，先去围捕他，先追高尔夫球追了啊，还不错啦，开着高尔夫球车在互相追逐，他开蛮快的，快点，我们先去拦截他，可以射他枪吗？先把他追下来，把他撞下来，我要你的高尔夫球杆啊，好不好？回馈你的粉丝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在那边自己打球，你的粉丝情何以堪啊，送他一支球杆，让他挂在家里面，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警察又来追我，很烦呢、欸。我要追人，还要被人追。这里还出口在这里啦，这么大，我们刚从那边那么小的小缝进来，来了，就是这个，我们要后面那个球杆，它有独立插在一支在那边，我们先把它轮子打破好了。来吧，打爆了，还有一个轮子破烂了，快点给我把你的球杆给我。我真不敢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。终结警探四是部好电影，感觉很熟悉，我已经看过三次了。其实我们也像在演终结警探，警探正在追捕我们了、啊，整个 LAPD 都包围着我们的高尔夫球车啊。不过好在我们的这个小车够灵巧，好吗？赶快，他怎么跑去前面了？在我们在那边旋转要找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跑到我们的前面了。我们再把他另一个轮子给打破好了，这样他应该就会摔倒。快点！应该不能把他打死，打死我的差赛啊，我就可能真的三个星了。真的神经的朋友，问题不都不在这里，就总就你给，可以了吧？把球杆打，破了，拿取高尔夫球杆，快点，掉了，赶快拿一拿，赶快走。哦，三台警车在后面呢，快点快点，等我们就被打死，就功亏一篑了。好不容易抢到球杆，结果就死了，然后球杆又遗落在路边了。这应该可以了吧？我们现在就甩掉警察，开这台车甩警察应该还蛮容易的。因为其实操控性算 OK 啊，只是速度上比不过去。不过我们现在应该只是几颗星的，所以还 OK， 不会那么难闪。三四颗星就真的蛮难闪，就除非你开到那个地下铁下面，这样才容易闪过啊。OK， 应该没问题啊。看地图，警察在后面，这边都没有人，就应该抢得到啦。算是任务成功了吧？快点，赶快甩开警察，我们跳下高速公路好了。水哦，整个滑落下去。我们把它开到高速公路好了，这样子比较多车，比较不会被追捕到，好不好？躲在这个桥下面，让他们侦测不到。因为过去有警察，我们往这个方向走好了，这个方向都没有警察，所以这样子应该蛮快就可以逃弃过追捕了。好啦，应该没问题啦，再开一点点，往前开一点点，有，前面也有，应该不会吧？过了，没有星星啦 ，OK 了，我们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奈吉啦，杰克奈吉。来啦，正如我说的，索西尔女士怎样？安能说服了马克·佛森堡捐一根球杆，在你那间怪怪的博物馆。这一对夫妇应该很感谢我们，好不好？也很感激我们居然能够做到这么多事情，太厉害了！我们不要上去，上去应该要回到别的地方。我们从这个边边的旁边过去好了。我爱美国人，是不是？你们都是急躁，头脑简单。讲什么啊？好了，任务完成了。好，漫无纪念品，马克。OK， 我们就夺得马克的球杆跟那个凯莉的狗项圈。接下来剩下最后一个了，我们就来看看最后一个这个到底是什么了。走吧，
应该不会是有奇奇怪怪的东西。这次我觉得偷的还蛮正常的，因为刚之前偷那个金牙是把人家从嘴巴里打掉然后拿出来的，这有点不太卫生吧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就看看最后一个东西是谁了，又是哪个名人了，赶快吧，我们就前往呗。OK， 保险，我们吃好像怪怪的，哦，不要练干它破破那样，是不是？好像不太变得不太好开嘞，没什么力气这样子，虽无啥行呢。哎，干嘛干嘛？我们要撞你，紧张个什么？我们来换台车好了啦，不然这样子开好像不是很顺哎。好了，就这台了，这台看起来很像法拉利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抢这台，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呦，女生开的呢，大家都这么有钱。其实现在路上哦，还蛮多种法拉利啊，或是一些蛮高贵的名车，我都想说奇怪，怎么有这么有钱可以买这种车？真好，好不好？不过买那种车，你在开起你也会担心蛮多的。如果不小心 K 到，或是人家不小心 K 到你哦，这个真的花起来真的是人家也赔不起，然后自己也要这样子。我曾经遇过一些朋友，他们就是买很好的车，结果都在车上里面吃泡面，好不好？然后也有人就是背那种名牌包啊，结果里面皮包打开，哎，才几百块钱而已，好不好？就是一些表面上啊，但是也不能说人家这样子不好。人家也是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嘛，就像我们喜欢打电动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买自己喜欢的游戏片这样子玩哦，也是一样的道理啦。就潜入这种地方，感觉要被守卫杀，哎，有人欸，有人在那边欸，我们先下来好了，我们去别的地方，我们从旁边进去好了，这样比较没人，比较没事，不然等一下一进去又触动警力，又要开始被警察追了。好像在前面欸，所以我们从这边过去应该是正确的，走吧。哎，有人。哎呀，光天化日之下就在这边泡，不怕被狗仔拍吗？OK， 等下富兰克你就来这边了啊、哦，拍这些狗仔，对不对？哎，被发现了，我们走在这种树后面也被发现，这是私人住宅，不管他啦，只要装不在这里就好了嘛。哎，我们拿到衣服嘞 ，This is my clothes， 他是人妖吗？怎么听起来声音怪怪的？好啦，走吧，不管，反正都是人就好，我们也没有特别去歧视人家什么，我们只是要拿我们的衣服。欸、他报警了，他报警了，赶快我们换一台车。哎呦，这台看起来不错哦，像911哦，好吧。车主，占用你的车，借我逃亡一下。我们现在甩掉警察为目标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如果我刚刚先把那个人杀掉，对不对？应该没有人会知道啊，而且警察也不会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就哎、欸、衣服拿走了。不过那个明星如果死了，那些夫妇拿他的衣服也没有什么价值性了吧？对、啊，而且又不是什么纪念牌啊，或是什么。死掉那些就死无对证了，那些衣服也没有用。好了，我们赶快逃离，我们现在去山上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应该可以比较容易躲避，因为我想说开山上我们就翻山越岭 ，OK 的。这种车应该可以有够马力吹到山上去。走吧，继续前往。有前面有一个警察、欸，哎、欸，卡住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赶快绕过去，攀爬过去，不然等下被追到了。这台有点会打滑，不是很好控制。OK， 我们爬上来了。警车通常不太会开上来，不过我最近有点想要买 PC 版的。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在玩 PC 版的，而且 PC 版的那个模组啊，或是说一些任务的形态啊，看起来都还蛮好玩的，比 PS4 的那个制作的感觉都还蛮复杂，然后又丰富，这样子玩起来感觉比较好玩。OK， 我们逃离了，打给奈吉。Hello， 奈吉。请长话短说，美国使用国际漫游，是在攻杀我，是我啦，你这个疯子，我拿到你朋友泰勒·迪克森的衣服哦，你想要吗？这是好消息，说谢女士要是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定会高兴的手舞足蹈。好 ，OK 啦，我们来到山上了 ，OK， 这样应该算是成功了吧？任务完成了，好卖物纪念品，泰勒 ，OK， 带大家看一个好风景，对不对？很美吧？好不好？这是洛圣都的风景啊。OK，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，搜刮迷人。我们下集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我还以为他们是在玩躲猫猫，结果不是。汉娜来了，汉娜说，他们说汉娜很迷恋 Michael， 所以来这边到底要制造什么事？